王家当初盖好的时候其实是有建筑线，因为它有林路。对，那它现在是因为这条路被人家拿走了，所以它才没有林路，所以它才没有建筑线。那这个建筑线这个部分，其实并不是说我只要把李嘉诚的路拆掉，我就没有建筑线。其实看你过去它的合法性。对，过去登记就是一条财务成功。然后，这个礼拜因为他们施工的进度其实很快，那为了大家安全，我们并没有就是让大部分，并没有让所有人都去任何关所进行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负担这个需要几小时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只能就是说，他打那个地方，我们就站到那个地方，可是他其实也不会管，不会管我们会不会受伤，所以现在挡这个东西，可能又要回到比较偏向体制面的东西去打。现在你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些残破的东西啊，就是这个刮擦的痕迹是当初这台怪兽就是第一天开上来的时候，它所留下来在地上回转等等的，那一直到它被击破，大概被击打成这样，大概还经过大概快有两个月的时间，对，嗯，好。那王家当初是以砖造的结构，然后经过整建，就是他们自己有把，就是把他们自己的房子有重新，就是有重新盖过。对，那虽然他的屋龄并不是，他的屋龄大概只有六年多，他很新，他并不是一个危楼。好，然后大家在行走的时候要小心瓷砖。